好像在约坡好吗？不是，我们不是约坡。哎，真的不能劈腿，劈腿很忙。哎，这集有什么惊人的事情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耶，我的枪顶得住。他跟我说他没有这样打过。那剑客是啥？佛洛伦。他跟我说他连佛洛伦都不知道。他本来就长这样哦。我会来教育他。我要跟他语音吗？不行，我觉得我下一个再来语音。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下一个再来语音。不说先练的操，好。加油兄弟，加油兄弟，要打了吗？可以，来一把。你开房，给我房号。我的 LINE 不方便啦，我会害羞。你是老板，好哦，赞。这个称号我喜欢。安安，哎，我这样没办法接。哎，我发现我没办法这样子让你们听到游戏音。哎，优秀，他声音蛮好听的，我蛮中意的，就是我蛮看重他这个声音的，我蛮喜欢的。这一把他纳克有秀起来，我们就继续邀请他玩下去。如果不行，我可能就要跟他说，不好意思，你被老板 fire 了。使用双手武器需要强大的力量和精确的控制力。整张乔治，哎，叔，你不要跟我闹哦。啊，你敲那个叔、啊。不要总是打游戏，偶尔出去室外活动这个叔，我忘记他那个形态，我没办法打他。左边河道草丛河里。好。他应该是走了啦，如果他还在这边恋战的话，就是灾戏。战士的字典里没有投降这个词。这么任性啊！开始撤退。漂亮。哎。有，我哇！劝你是给我跳出来哦！有没有我们这个搭配？最好是来救我一下哦！对嘛，救老板！走吧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开始撤退。先不要。很棒，有救我！双手武器需要强大的力量和精确的控制力。他还说：“当然呢，对啊，他打得不错耶。”等我一下，好好好，但其他人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听到。请求集合。不要总是打游戏，偶尔出去室外活动活动筋骨。竟然有眼睛耶！哎，你马看好哎，坐在吃冰那边给我打蓝。小心草丛，让水流动起来。不只该我拿走。他说不要，他说不要，不要，老板要听话。
有看到他刚吃完。使用双手武器需要强大的力量和精确的控制。没有，他回他的野区了。请求集合。哎，可我好想要，好想要！喂，好想要哎！战士的字典里，投降这个词。哎，这卡芬尼不要给我雷哦，卡芬尼熊凶一款呢。向前冲！对，你刚刚说你逃掉。哎，这个我救不了你哦。哎，加油，六的不错。哎呦，要死了！妈，给我在那边死神之右。上面那个佛轮比较凶，我也觉得。我快吓死！我是被你 carry 了。老板也要不要总是打游戏，偶尔出去室外活动活动筋骨。我拉掉了。典礼没有投降这个词。哦，不要闹，他跟我这样。哇，欠打哎、欸，这真的是欠打了。吹捧我怎么办？他一直吹捧我，我好紧张，我全身发热。不要啊！你老板是女的，请不要这样子。我开始有点害羞，我开始有点害羞了。阿狗，我们来找你哦。他竟然瞬移！哇塞！啊！我死了第一次，开心。夜空，你这个，你是不是刚割完啊？脚怎么走路这么开？请求集合。哦，刚看他在那边就知道我这个有局了啦。我们有时候也是要冷静一下了，回头。我嘛不知道，不确定哦，他们要杀人啊。大家现在是要放生我一次吗？不是，喂，你又是谁？四八四多啊！强行拆塔。犹豫了。犹豫了。刚割完什么？全是拉了一趟。敲一半我就死了，我不太敢拆。不要给我在那边上演逆转哦，我会生气。你这不要闹哦，卡芬尼，我对你已经很有意见了。时候就向前冲。Your tower has been destroyed. 对呀、啊，我跟这个佛轮搭起来也是挺舒服的啦。方式来解决。
老板的壮烈牺牲，真的是壮烈牺牲哎！老板在员工面前送头，屁啦！谢谢天线。如果是艾瑞安来问嘛，就是控到爆啊，就是给你控到爆那种啊。我没有生气气，我觉得他玩的挺好的，好不好？我觉得玩的挺优秀的，但是佛伦也很棒，就是我们这一把队友都是优质队友，都全部都是很优质的。啊，我们的对话就这样子关了下，好，而且他13.3，好吗？他还是有做到他该做到的事情。